主料：南瓜150克，面粉500克，牛奶250毫升，糖40克，盐2克，酵母5克，牛奶、糖、盐、面粉、酵母依次放入面包桶，南瓜蒸熟，去皮，压成泥，加入面包桶，发酵好，拿出来再揉几分钟，擀成面皮，均匀刷上油，再均匀撒上盐，从一边卷起，切成两厘米宽的剂子，两个剂子稍下叠加，从中间按下，稍拉伸，右手旋转180度，绕着左手大拇指转一圈，头尾相接，按紧，花卷底下抹油，放蒸屉上，锅里放热水，蒸屉放锅里进行二次发酵，10分钟，大火蒸15分钟，去火3分钟，松软的花卷就好了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